还是被狙击了，还是吃到了好球带，那回传球被拦下来 take safe。 要抓林振华确实是不太容易了。有执行重播辅助挑战哦，两个弹跳三个弹跳，哲轩收球之后，那范国成呢是刻意的闪开，接球之后的手套手的相对位置很接近，真的非常的接近，很接近啊。裴峰单手接这个弹跳的球，做触杀难度也很高。裴峰基本上呢把本垒板都腾出来了，没有阻挡跑垒员林振华。坦白讲了，因为就是林振华在跑，所以才会显得这个本垒呢就非常非常的接近。如果不是林振华在跑垒的话，大概陈晨威了也会很接近，其他的人大概都会出局了。 safe。 所以这分呢虽然是非则失分哦，因为林振华是因为失误而上垒的，但是终究呢是乐天再度的攻下了超前分了。